斗人想支援的时候，我就下去了。你会发现，一般他们 TP 的时候，我应该都走到了。可以，那意思会。带错装备了，来，眼神勾留了。滑板鞋。猴哥能不能改一下到底几分？哦，多少分了？有没有人知道的呀？这把这滑板鞋好像有点滑不起来呀，这有个小法。多少分？201。啊啊！201跟199能差几分？两分。我不改了，改的还累。Minion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玩个韩服全是国人，这说明我们狠呢。我们不仅国服全是我们的王者，韩服也全是我们的王者。狠，占领两个服务器。多兰顿。我操，这都能打到我！这把推线推的不是那么特别厉害啊。这种不灭石头人打猴，我跟你们说可不好打。打猴别带不灭。带那个，带那个彗星，知道吧？第一件小反甲，然后就开始 Q， 主 Q， 你就带小反甲主 Q 也行，你就慢慢 Q 他。回家了吧，这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了，再耗下去也没啥意义。你拿石头打猴的时候可不是你这么说的样子。没有啊，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样子啊。加里奥补刀有如一条狗屎。玩什么呢，老弟？你不知道咱带的是点烟吗？这波只要不跟他打啊，就没事儿。
我有饼干，石头人想越我的塔会有点费劲，他越不了，没事。他已经气急败坏了，收了我一波兵，回家了。推不过来这波，直接提亚马特。现在我就发现这猴子不出提亚马特是真不行，没有线权，你知道吧？没有线权，这游戏没线权你就完，你这支援不了，推线慢，优势扩大不了，必须得推线快。中路死了，直接上路推啊！这石头人下去了，六级石头人往下走，最可怕的是被眼儿给看见了，你知道吗？石头人待下路不走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这波瞎子可能过来了啊。哎呀，亏死你，亏死你，让你游。让他回，哎，让他回。你再游，你再游，我把你塔给你拆没。来，再游。一个很喜欢游走的选手，游吧，游，游。谢谢坚果墙，还剩两层塔皮啊，那再给它拆没一会儿。No， 不去。阿布尼帕没有思密达。掉，拿下，
没打，我不跟你打，我等我们家包女儿。你现在想起来跟我对象了，晚了。瞎着没在，应该是拿下了。可以杀。几换几啊？三换一，三换一虽然换了啊，但是这个塔我得给他拿下。上把 C 了，上把 C 了就算了，还发问号，把把 C。这么猛的 ADC 吗？来，节奏打快点，塔赶紧推。闪现 Q 可以啊，好，三项拿下，13分钟三项九头蛇，我跟你们说这装备有点恐怖，说句实话。万豪应该是够呛的，万豪。等啊，这波上路继续推。其实他们家也少人，对面现在是什么压力大呢？兵线压力大，他们家兵线压力特别大。我们把这血戳了，干哈呢？这锤石，
他们家上路的谢尔压力是最大的，因为他二塔没了，他需要花很长很长时间来有个人过来清线。不着急上 ，nice 啊，这都能撇得着。没用，你踢一万个都没用，现在，nice， 先把塔拆了。你说这拿下了，这波是不是260分了？你妈卖批，真的是。这把完事是不260了呢？讨不讨厌？这不阻挠我这单杀飞科呢吗？真的是把我阻挠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过有实力的人终究还是会赢取比赛的胜利。蓝林汉的蓝林汉强者，蓝林汉nice。有没有嘲讽？加里奥有沙漏。呀，这不是要踢了吧？石头人还不上，我是这石头人，我哐嘡一下我就把这基里奥杀了。算了，不打。反正我游戏都要结束了，我还不杀个鸡？我直接就杀个鸡。还不投？我也是没搞懂为什么不投哎。今天有比赛吗？找到小法师。快跑，赶紧跑，太吓人了。谁到了这还不投，快点投了。Three, silly.